我是贝尔小浪，我的飞机意外失事坠入大海，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，我要在这片海域生存下去。现在是早上7:20，我已经起床了。昨天吃到一个坏椰子，导致我现在还有点不舒服。这两个是昨晚新摘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坏，容我先尝一口。嗯，没有坏，味道棒极了。昨天这沉船附近有鲨鱼守护，我当时没有武器，只能退回来。今天我决定要猎捕它，否则我怎么在这片海域生存下去？不过我发现我现在只能做木锚，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用石刀削出来的木锚更有穿透力，所以我决定多做一些。一根，两根，我整整削了20根，这应该够用了。嗯，这木锚还不错。我需要下海，占据一个高处有利的地方。这艘沉船的围栏上就不错。鲨鱼还没有出现，我得赶紧游过去。天黑得很快，我捉了几只螃蟹充充饥。今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头鲨鱼了，我觉得生活越来越充满了希望，只有勇于挑战困难才能赢得胜利。晚安了，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。